敢，我们很敢。来来来，就讲一下。来，有人跟我们说一下。首先在这里特别谢谢我们中立选区的所有的好朋友。那当然这次的选举啊，也觉得特别的有挑战了、啊。除了这个对手重兵压境之外啊，当然有负面文宣的这个攻势啊，还有我们这个同属性的政党参选几个挑战。我今天要特别谢谢我们中立的选民啊，还是让卤蛋继续在这个选区带领大家一起努力。我未来会跟彰善镇市长、地方议员、所有的里长继续努力，在这次胜选之后哈，努力配合把地方经营得更好。那这次我当然也蛮开心的，听到我们桃园六个选区的六位立委都能够当选，这是我目前得到的讯息啊。其实这个我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开心。虽然总统的选举哈，这个没有办法达成我们的目标，但是在立法院跟友党形势结合过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。这个部分好，我想我们会继续一起努力，让台湾更好。谢谢委员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高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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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台支持一下，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哇。想感言呢，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